今次介绍的单位是在北角这座有三十几年楼龄的单栋楼入面。今次这个单位呢，其实大约250尺的室内空间啦，而户外呢就大约个露台有500尺的。屋主有几个要求的，主要第一个要求啦，他想利用多些露台的空间，因为他经常会有朋友过来聚会啦。而第二个要求就是整合它的储物空间，它说不想整到周边都是柜。其实原积这个单位是一个眼镜房的间隔来的，不过它因为室内面积只有200多尺，每个空间都劏到很小，当屋主想不装修入来住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之不好用的。所以新的规划我们推倒重来，将所有室内空间的间隔拆了去，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单位咁样做啦。新嘅规划咧，其实我哋主要咧将原职嘅厨房咧改动咗嘅。咁咧原职厨房嗰个位置咧，嗰时系一个衣帽间啦。而新嘅厨房咧，我哋就做咗喺大门侧边啦。因为始终我会觉得厨房嘅空间同埋厕所嘅空间咧，都系一个比较有味、污糟啲嘅地方啦，所以 group 晒喺大门嗰个位置。而过咗厨房呢度啦，就是屋主的生活空间啦。咁生活空间有啲咩呢？例如客厅啦，同埋睡眠区啦，同埋衣帽间啦。我哋呢个空间咧就利用咗一个玻璃趟门去分隔翻啦。整体嘅规划上咧可以做到干湿分离嘅效果之余咧，同埋可以卫生啲啦。今次新嘅厨房嘅规划咧，因为啱啱讲过靠近大门嘅关系啦，咁我哋用色方面咧，着手就不想按橱柜了，所以呢我们都专门选了黑色。黑色几个功能的，主要呢就是修饰翻本身橱柜凹凹凸凸的感觉，同埋而我们的厨具啊、炉具啊、雪柜呢都专门跟翻黑色的，看下去更加一体化。屋主有讲过他有明火煮食的习惯，所以我们在这幅墙里面都做了一只玻璃的趟门，又可以引光之余可以符合到法例的要求咯。经过了厨房的趟门之后呢，其实原迹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窗台来的。咁因为这个窗台呢太贴隔离单位的窗啊，不够一米的距离啦，同埋一个天井位啦。咁我哋经过规划之后呢，就索性做了一个黑色的 display 柜啦，同埋做了一个储物的柜桶啦。咁可以做到储物效果之余呢，亦都可以保持返个私隐度，而用色方面呢可以衬返厨房的橱柜啦。我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客厅区来的。咁今次呢我们在这幅电视墙呢就用了白色啦，原因就是呢当这幅墙都做埋深灰色呢，会令到整体的开放式的空间呢好压迫啦。同埋这幅白色的电视墙，因为靠近露台的落地玻璃门啦，咁当室外的阳光一照入来呢，可以利用这个白色的墙身反射返去室内的空间，会令到整体的空间光猛啲啦。今次呢个单位的室内的储物空间咧，我哋喺经过规划咗之后咧，主要就利用咗地台的储物柜啦。咁呢个地台的储物柜咧，其实有几个功能。第一个功能咧，可以利用呢一级去分隔翻地面同埋睡眠区嘅位置嘅。同埋咧，我哋仲加装咗一个订做嘅 sofa 啦，而订做嘅 sofa 上面咧都做埋呢个五尺床啦。咁在床下面咧都做了个油压的储物柜，可以满足到业主的需求。咁经过客厅之后咧，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睡眠空间啦。咁啱啱都有讲过嘅，屋主咧其实想要一个休闲啲嘅空间啦，所以我哋在睡眠区呢两幅墙咧都做了一只深灰色啦，同埋可以配合翻呢个壁灯啦，咁成件事咧就更加有气氛啦。咁其实经过咗卧室之后啦，咁其实呢个位置呢原即係一个厨房嚟嘅。新嘅规划呢我哋就係做咗衣帽间啦，啱啱都有讲过嘅，我哋专登搜罗咗一啲白色嘅衣帽间嘅组合啦，咁可以放置大量嘅衣物啦，咁可以用一个经济嘅手法做到业主嘅要求囉。客厅区同睡眠区之间其实係有个电动卷帘嘅。而物料運用方面呢，因為屋主他們有養狗仔啦，咁所以呢我們個地面的磚呢都專登找了啲鞋身啲嘅，咁樣會對狗仔好啲，就冇咁容易跣腳啦，同埋就係可以容易清潔啦。
而電視櫃底我哋做咗一個石級啦，主要就係呢度升高咗一級咧。除咗放一啲 PS4 啊嗰啲機之外咧，其實咧狗仔嘅飯碗啊同埋水兜咧都會放喺嗰度嘅，感覺上就衞生啲咯。浴室方面，因為業主中意黑色，所以設計師都特登搜羅咗黑色嘅傑具，連煤氣爐都用咗黑色嘅款式，仲可以襯埋石紋嘅牆磚添。